我的造型大概二十四套，那很强哎、欸！你怎么知道还敢讲？真的没有，因为我几乎家家天数超过大概15天，因为我们是分散餐嘛，他们是一鼓作气。我那三天就是胃胀气到不行，我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因为太紧张还是怎么样，还是太仓促，我就吃两口饭然后就开始胃胀气，然后之后的每一餐我都吃两口饭就开始吃。是压力太大，真的是。我本来是抱着很轻松的心情去的。
有时候是无形的压力，但是没关系，你的作品是好看的。哦，真的是幸好没有拍出我胃痛的样子。请问你会想要当乐天女孩的队长吗？哦，完全不会想要哎，真的是不要闹，越惨烈，千万不要，真的没有关系，因为队长看起来就是。风光，可是其实要做太多事情，太辛苦了。对，而且其实说真的，我就算上班上到现在，我每一次上班前还是都觉得蛮焦虑。而且千万不能给我们两个当队长，因为我们两个太偏了，忘东忘西，忘记交代。你就会看到队长，然后每天都在私讯别人说，哎，明天要穿这个吗？明天要带红皮带吗？对，明天的裤子是什么？所以要很细心的人，然后并且就是抗压力要蛮大的，因为他必须要自己的舞练好，然后自己的状态都很 OK， 然后交付就是球队长官给的任务。对，兰兰好像才刚当而已，然后就遇疫情了。对，可是其实遇到疫情压力也是很大，因为你没有看着大家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女孩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事。对，所以以轩很伟大哎，以轩当了两年哎，而且他从副队长再当队长。超厉害，他等于是当三年，但是不得不说，他真的很适合当队长。我觉得当队长有一个压力，就是你要面对女孩，还要面对长官，还有媒体，还有观众，因为球迷也会把队长就是设定到说他是一个 leader， 对，他应该是一个模范生的角度。那你当卫生股长可以吗？也不要哎，我觉得我算是比较没卫生。我的白手套永远都是黑手套，我每次看着我的手套，我就想说，我真的很耻辱啊。白，我的手总是这么黑呢。那有人说鏘起来特别可爱，请常鏘。有吗？有，就是你的鏘不会让人生气，你不是装的鏘，嗯，对，你是真鏘。而且有的人的鏘鏘完之后，真的假的？谁？哎，对你的吗？我跟你讲，上次依依跟小凡那集真的太劲爆了，现在来宾都非常聪明，学会怎么就是逃离那些问题。好的，那就下一题，请问你都是怎么减肥的呢？因为我食量蛮大的，而且我都乱吃东西，譬如说什么咸酥鸡、卤味、面、火锅、泡面，而且它的火锅是麻辣锅，对，热量超高。对，我都是喜欢吃这种重口味的食物。但是呢，你要我把一天的扣打拿去吃养生餐，我又不太愿意，因为我就觉得我扣打就只有这些，我何不拿去吃我想吃的东西？如果真的要减肥的时候，我就会断冰跟断糖。因为吃冰的很容易那个腹部的脂肪会变多啊，因为它保护你的子宫，对，所以它腹部的脂肪会变多，就你会觉得体脂比较就没有那么干，然后小腹就会萎凸，就算你再瘦，你的小腹都是凸的。它没有小腹啊，你再半蹲一下，什么意思？你去你有特别去练吗？就是拍摄的时候？没有，我就是在家，就是做一些该做的运动。我说实在话，这件事情该做的运动，他有约我一起去健身。然后我们俩还一起付了那个教练费，然后我们俩就一起都没有去。每次都跟我说宿醉啦，哪有每一次啦？所以你们两个谁比较来？宿醉有趣哎，因为我知道木言是不运动的人，我不爱啊。但是他那时候是真的有想要积，因为拍写真的关系，他那时候有积极的想要去运动。对，我们来访问一下那个摄影师最喜欢哪一个？我们刚刚讨论出来，就是你可以看，我们有整理出几页。我只能说他这次拍摄的团队心机很重。怎么说？真的吗？对，很懂男生要的是什么。我觉得男生会要的是97页，你看到97页，噔噔，就看到。为什么嘞？当然，这个就是男生会喜欢的。他上一张其实也很对，上一张其实没有，可是我觉得 too much， 我觉得这个是网友最刚好的。你以为就这样吗？没有，我们刚才看到一个心机更重的139页。哦。标准男生会喜欢的，我给大家看哦，噔噔，哦，这一组我超喜欢。说一下为什么喜欢男生，因为就两个啊，第一个就是锁骨这边嘛，就是男生会就是没有办法招架，然后再他又绑马尾，而且还穿，因为他这种内衣不是色情的那种感觉，对，而且还穿牛仔裤，对，然后就是会有一种好像要居家又不居家那种女朋友早上起来然后绑马尾那种感觉，狂点头哎，很性感哎，所以大家好不好，赶快用行动来支持 Yuri。好的，那接下来呢，我要要求 Yuri 跟木言来跟我拍一张照片啊。一二三，好。你干嘛？你想要当专业摄影师啊？我们这里有一个真正的专业摄影师，来，我们请木言来帮我们拍一个 sexy 的 pose， sexy pose。很会。那你可能要再屁股再往上一点，你让我拍那个腰。哇塞，屁股帮我撅哦。专业摄影师啊。哎呦，可以再拍一张吗？谢谢。来，我再拍一张那个魔鬼视角。木言真的很会。他很会懂角度，他很懂女